一定是这样，可以看一下。因为我们平常还没有疫情之前卖就是这样卖。疫情前口罩可以拆开一片一片卖，因为这款口罩单价不便宜，一片就要十几块。现在疫情二度拉警报，要买只能买一盒，但价格说出来，我这盒一千了。对，因为里面是单一个一个包装。它其实是真的很贵，我自己都觉得很贵。一盒1000元的天价口罩，连店员自己都觉得贵桑桑。医用活性炭钻石型，一盒1000元；平面型，一盒900块。但为了说服客人买单，还是得说这口罩贵的有道理。每一个线都有。对，但是因为这样对活性炭来讲是好的，它不会直接接触空气，就直接在被污染的，所以它也会比较贵，原因是因此。色橘色紫色一字排开，特殊色的口罩一盒不用破1000元的天价，但在药局限量发售，民众手刀疯抢。药局每周四公告，每周五开卖，一人限购一盒。而在高屏地区，只能买到哈密瓜橘跟芋头紫。让少女们疯狂的西瓜红，只有在北北基和花莲才有机会买得到。戴口罩也要比谁的颜色最独特。军绿色的话会，深蓝色会，因为那看起来很好看。就跟别人比较不一样哦，比较炫。防疫之余也要比时尚，让防疫生活不再闷，脸上多一点色彩。记者纪博士黄世云高雄报道。